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浸大中医在线嘅。今日请嚟李敏泽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同你讲讲下中医点样治疗帕金逊症嘅。同李敏泽倾偈之前咧，有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嘅。第一，会唔会容易攰咧？第二，会唔会行路越嚟越慢咧？第三，甚至会唔会出现手震脚震呢？如果有三样都对，就要小心啦，因为呢啲可能都系患上帕金逊症嘅初期症状。就呢啲问题咧，我先可以请问下李教授嘅。李教授，除了以上的初期症狀之外，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帕金森病呢，在現代社會呢，是一種多發性的老年性神經退化性病的。所以如果臨床上出現了單邊的手腳震，或者頭搖，或者行路越來越慢，即是步太慢不開，還有有肌肉僵硬，這些症狀呢就要小心了，可能呢就是帕金森病的個早期的個徵兆的了。帕金森是一個什麼病來的呢？帕金森病呢是一種腦神經退化性疾病，在世界上呢它的個發病率呢是僅次於老年之外的。那香港病發率算不算高的？香港帕金森病人都是比較高的，因為香港的人很老齡化，所以65歲以上的人帕金森發病率大概都有1%到2%。那這個病主要是什麼成因？是不是年老的主要成因呢？是的，這個病呢跟衰老是有很大關係的。中醫古代文獻呢，《黃帝禮經》裡面已經描述了帕金森病的症狀，譬如說手震、腳震，所以我們《黃帝禮經》說風盛則動，珠峰吊圓，皆屬於肝。那呢就3000年之前呢，古代的醫家已經認識到呢手震腳震這個跟風、跟內風和肝腎功能的不足是有關係，跟衰老啦、跟環境因素、家族遺傳有關係的。咁咪即係通常老年人最會發病多啦，而後生就比較少啲發病嘅喎。呢個病係老年人中咧發病率係比較高嘅。不過喺我自己嘅臨床咧，呢20年嚟咧，我發覺依家喺香港咧都越嚟越多比較後生，好似15、20歲啊，甚至最後生有20歲都有帕金森病嘅。咁中醫點樣去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呢個帕金遜症嘅咧？首先咧，帕金森病佢臨床上主要症狀咧就係、是、手震啦、腳震啦，通常係單邊先開始嘅，之後慢慢去發展到另外一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佢行動遲緩、好慢、肌肉僵硬，同埋咧行路嗰陣時咧好似慌張步態啊，碎步，切下切下咁樣。慌張步態係啊，係啊，驚嘅。仲有一個咧，就係、是、面具鏈啊，即係冇表情，佢面部呢、這個都係帕金森病嗰個運動性症狀。帕金森病同時都有一啲非運動性症狀，譬如講出現便秘啦、抑鬱啊，或者係睡眠障礙、瞓唔著啊，同埋咧出汗啊、盜汗啊呢啲情況都有嘅。咁同平時我哋所講嘅一個老年嘅腦部退化啦，同埋啲老人痴呆有分別嘅咧？廣義上嚟講，帕金森病都係屬於咧神經腦神經退化病嘅一種。不過佢同我哋平時臨床所講嗰啲腦退化症係唔同嘅。佢冇嗰個帕金森病早中期嗰陣時咧，佢冇嗰個記憶力認知功能嗰啲障礙，佢主要係表現為運動功能嘅障礙嘅，所以同腦退化症係唔同嘅。咁中醫中藥點樣治療呢個病嘅？中醫治療帕金森病主要都係要辨證論治，要辨病人咧屬於食症或者虛症。食症方面咧有肝陽相亢啦、痰浊瘀阻啦、淤血阻络啦，虚症咧就有气血不足啦、肝肾阴虚啦，同埋到咗后期咧，好多病人有阴阳两虚呢个情况，所以都要根据病人个症状、身体嘅体质、年龄辨证嚟治疗嘅。咁呢、這个除咗辨证论治之外咧，会唔会话针灸啊、用药方面有咩特别之处咧？可以有帕金森呢个病咧，中药同针灸、推拿按摩配合上嚟治療咧，效果就更加好啲噶。如果病人有嗰個
頸部啊，佢嘅腹部啊，身體嘅疼痛、肌肉僵硬，咁用針灸同埋推拿按摩治療配合中藥治療咧，效果咧就比單純中藥治療更加好啲嘅。李教授，剛才你提到咧針灸同推拿啦，咁針灸同推拿可以針對舒緩邊啲症狀嘅咧？針灸推拿咧，對啲帕金森患者如果有肌肉僵硬、疼痛或者抽筋啊呢啲，特別好嘅效果。針灸嘅穴位咧，喺身體體針方面咧，可以揀嗰個風池啊、横肩啊、風龍啊，同埋足三里啊、女關呢啲。喺頭部嘅穴位咧，就可以揀百會啊、太陽啊、任堂啊、攢竹啊呢啲，都對病人嗰個肌肉僵硬啊或者係頭搖頭震啦、有幫助嘅。咁作為患者，佢哋平時自己屋企可唔可以做按摩穴位嚟舒緩到呢啲症狀嘅咧？可以噶。頭部一啲穴位，譬如講百會啊、太陽啊、攢竹啊呢啲穴位咧，自我按摩加埋手上嗰啲合谷啊、曲池啊、內關啊呢啲穴位咧，下肢嗰啲穴位足三里啊、陽陵泉啊、穴海啊呢啲做按摩咧，對佢個肌肉僵硬、疼痛都有幫助嘅。李教授，對於啲帕金森患者咧，平時有咩食療可以推介俾佢哋嘅咧？對帕金森患者嚟講咧，食療都要分體質嘅實症同虛症嚟嘅。實症入邊咧，如果係屬於痰濕比較重咧，就可以用薏米啊、蓮子啊、步行人竹。咁如果屬於肝陽上亢咧，就可以用天麻、歐藤、白蜜飲；如果係屬於血阻攔咧，就可以用香附川芎茶。對於虛症嘅體質嚟患者嚟講咧，如果係屬於肝腎陰虛咧，就可以用杞子、菊花飲；如果係屬於氣血不足咧，就可以用北芪、杞子煲乳噶；如果係屬於陰陽兩虛嘅體質咧，就可以用北芪、蟲草燉水芽嚟調理身體嘅。李教授，你近年積極研究咧，將呢個細胞自噬機制咧融入喺呢個中醫藥研究，喺呢個治療呢個帕金遜症嘅。咩嘢係細胞自噬機制咧？細胞自噬機制其實係我哋人體細胞入邊咧，已經有一種高度保守嘅細胞代謝嘅機制。佢就係通過細胞將嗰啲廢舊啲蛋白或者細胞器咧包裹喺細胞自噬體入邊，自噬體同溶酶體融合咗之後咧，就將呢啲有毒嘅蛋白或者廢舊細胞器咧代謝咗，循環利用作為人體細胞嘅能量。咁我哋小組咧就係研究中醫嗰個副方或者中藥入邊啲有啲活性成分咧，發覺佢哋有促進細胞自噬、神經細胞自噬嘅功能，從而咧幫助降解有毒嗰啲帕金森病阿法斯纽克力蛋白，起到神經保護作用。我哋咧小組就係做過臨床研究，加味老君子湯啦、天麻歐藤飲啦，同埋杞子菊花飲咧，呢啲都對帕金森患者咧有改善作用。喺藥理研究方面咧，就發覺呢啲加味老君子湯、天麻歐藤飲咧有神經保護作用，係通過促進細胞自噬嗰個功能咧嚟起到呢啲神經保護作用嘅。咁喺預防呢個帕金遜症方面咧，有冇啲心法可以傳授俾我哋咧？我覺得呢個併發病咧，從佢個症狀出現到佢個多巴胺腦中腦嗰個多巴胺神經細胞嘅死亡嚟研究發現咧，通常需要8到10年嘅時間嘅。所以喺後生嗰陣時咧，就要注意調理。即係養生嘅，譬如講要保證良好嘅作息習慣啦，保證充足嘅睡眠啦，同埋健康嘅飲食，加埋咧鍛鍊身體有規律嘅，即係堅持鍛鍊身體，同時咧要學識咧將工作與生活平衡好，放鬆自己，冇令到自己咧長期喺一種壓力好大嘅環境中。我覺得呢啲咧都係一個重要嗰啲預防嘅方法嘅。多謝你啊，就接受我哋嘅訪問嘅。其實有病冇病都好啦，都要強身健體，多做運動先可以有效預防疾病嘅。如果大家想知道啲中醫健康資訊，就唔好錯過下集，仲係中醫在線啦，拜拜。